手腕儿，三，左手放到后面去，两个手搭过来，轻轻低一点头，四的时候抬头，五六的时候头转半圈，从前左后，七八的时候左手搭过来，两个手拨过来，左脚拿过来，两个手搭过来，二的时候二二两，左手和左脚同时，二二。三四五六的时候手是转了两圈，三四五六，然后呢第一圈的时候身体要一起蹲，三四，第二圈五的时候撤左脚，五六七八的时候两个手翻，八的时候坐，三二三四，然后五六的时候还是蹲，两手在面前头前面划过，五六七八的时候停在自己的左边，然后四二的时候两个手一翻，三四的时候撤右脚蹲，然后五六的时候撤右脚，左脚拖过来，两个手扑出去，然后七八的时候收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下面是伸左脚，一二三四，然后重心在你的右脚上。五大六，抬手七八坐，二二的时候抬手抬脚，三的时候要高一点踮脚，四的时候再坐回来，然后五六的时候呢，五六踩右脚，七的时候踩左脚，八的时候再踩右脚，两个手是先翻成朝自己，再朝外，再朝自己，所以是五六七八。然后三的时候撤左脚到后面，然后右手拿起来拿下来，三二三四的时候蹲，摸自己的左边，五六的时候摆一个造型，七的时候撤你的左脚到后面，顺势转了一圈吧，四二的时候是把右脚迈过来，四二，然后三三的时候要踮脚尖，把右脚给抬起来，三四，然后五六七八，这个时候你的左手是放在腰间，右手是在你的嘴前面经过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大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然后下面是撤你的左脚转头，一二三四，把两个手抱起来，然后五甩左手，六甩右手，七八一边蹲一边再甩左手，然后拿起手来，二二三四，再摆这个造型，左手左脚从前面划过去，顺势把你带到了背面，然后背面的时候先是迈你的右脚，两个手往右边拨过来，五六，再迈你的左脚往左边拨，七八的时候手甩起来，八，然后站直，左手放到腰上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七八的时候蹲一点，手从右手从下面突然挑起来，然后下面是先说一下腿，是先迈左腿，右腿稍微踮脚尖，所以是一步，然后再迈右腿也是踮脚尖，然后手是先打开再抱起来，所以连起来就是打开抱起来，
然后呢，把左脚跨过来，两个手跨一圈，停在这边，然后慢慢靠近脸，最后就非常娇羞的晃了几下脸，就完了。最后这个拍子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